交响乐指挥家，右手指挥的是。一般交响乐团的指挥家，他的右手指挥的是表情还是速度？速度。那表情怎么做呢？譬如说右手，因为我们大家都习惯哦打拍，对对对，那左手你就会做相反的，或者说你出来一点，对，哦，是人出来一点还是什么？声音出来，声音出来一点，来伴奏伴奏，还拉一个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